693。去哪里？俺水果。俺水果啊？我这里有芒果，很甜的。是外国进口的。哦，这个芒果。有没有钱啊？哎，要。哎，拿出来我看一下有多少。可以啊，多少个啊？啊，你这200块钱啊，200。200。啊。那给你这多少个啊？100块钱一个。这个啊。两个啊。两个啊。再送了一个玉米给你啊。谢谢。回去啊，你不要乱说啊，你说我这个老板很好说话的啊。哎呀，这个班主任这样又被我坑了500块。大哥，回来了。肉呢？买玉米干嘛呀？我们家大把的玉米。肉呢？那500块钱我给你买，我叫你买几斤那个牛肉，买几斤那个猪鞭的。钱呢？是不是全部给那个卖水果的水果佬了？他们也找你吗？没有。500块钱买了两个。哎呀，他家的玉米像金边的吗？那么贵，就一个芒果啊！我叫你多买一点那个新鲜的蔬果，就买这种啊。这就算了你500块啊。哎呀，大哥啊，你怎么那么傻呀？500块钱能买很多东西了。就是路口那个卖水果那个吗？行，大哥你先回去吧。我找他算账去。怎么回事啊你啊？干嘛了美女？干嘛了啊？你卖这个水果给我哥，送了我哥500块钱，就两个玉米一个芒果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是奸商吗？哪个是你哥？那个是吗？左手6，右手8，那个是吗？你不要侮辱我哥，我跟你说。哎呀，我跟你老实说吧，刚才他1分钱也没拿来，我看到他那么可怜，我就送一点玉米，送一个芒果给他。不可能吧？出门的时候我给了500块钱给他，叫他买几斤那个牛肉，买几鞭那个，买几斤那个猪脚的。所以说啊，这个也不能怪我啊，说不定他在路上掉了，或者被骗子骗了呢，是不是？你哥那种人你还不了解吗？真的不是你骗了？哎呀，我是什么人啊？这里全镇的人都知道我做生意啊，都是老老实实的，从来不坑不骗。那也是哦，我哥也不正常，可能呢半路都把那个钱弄掉了。那肯定是啊。那你是卖水果的吗？是啊。这个芒果是你家种的吗？我家种的。那个虫子都是我用手抓的，闻起来挺香的。这个玉米是你们自己家的吗？看起来无公害哦。无公害，没喷过农药吧？没有喷，我都说了是用手来抓的那个虫子。那多少钱一斤啊？这个多少钱一斤啊？是啊，卖给别人的话20块一斤，但是你这么漂亮的话多少？你男朋友怎么不过来啊？哎呀，别说了，我都快30岁了，男朋友都没找到一个。还是单身的。对呀。哎呀，这个不值钱，自己在家种的，来，给一点的，来。给我啊？给你。哎呀，那你们农民伯伯也不容易啊，种的东西都需要啊。我人工是不是？先加个微信行不行？到时候你吃完了又发微信给我，我送到你家去，好不好？加微信啊？加个微信。那行啊，不过我不轻易加那个陌生人的微信的。哎呀，我们都老熟人了，怎么还是陌生人呢？到时候你吃完了，我发信息来，我又亲自送到你家去。那能要代表一下你的诚意啊？代表诚意啊？哎呀，没事。诚意来啊。今天收入也不多，520，见面礼520，这500。
直接给现金啊。哎呀，再加两个水果，就是20了，520啊。谢谢你啊，加个麦钱。那行啊，既然你那么有诚意，我也看到你的诚意了。哦，花生就是你啊，这么性感呢、啊？黑花生挺好听的这个名字。哎呀，那肯定啊。哎，我同意了啊。今天晚上有空吗？今天晚上那么热，你还要约我啊？啊，你也知道啊，哪里热啊？我跟你说啊，去那个镇上那个爱情奶茶店，那里装有空调啊。装空调？嗯。哎呀，那我跟你约会，你看我这身行头，我也配不上你呀、啊。挺好看啊。你看这里缺了什么？那么。缺什么？没缺什么。一条那种布灵布灵那种啊，哦，项链是吗？对呀、啊，要打扮一下、嗯哎。这个没问题，今天晚上去到街上那个金店、啊，你看中哪一条，我就帮你买。哎呀，今天晚上也要带出去啊，是不是？但是你要带身份证出来吧，因为买那个金链呢、啊，要身份证登记的。那你先给钱我啊，我去买了，晚上我跟你约、啊。哎呀，要多少钱呢、啊？也不用多少，5000块应该够。5000块啊？是啊。哎呀，今天生意不是很好，就带了一点，我微信转给你。行。啊，我转到5000给你、啊，肯定够了啊。谢谢啊。加油，你微信我直接转过去。叫安兰啊。嗯。千万不要骗我哦，今天晚上我去到你家接你，你发个定位给我啊。我从小很老实的，放心好了。啊，收到了啊，谢谢你啊！这些都送给我吃的吗？哎呀，拿回去。晚上的男女朋友了，多送几个也不成问题，是不是？没所谓，没所谓，也是我们的钱啊。是啊。那我先走了啊。好好好，拜拜。第二天接我呀。好好好，我想你啊。走了啊。啊。没想到啊，我卖一个破水果也能找到这么漂亮的女朋友。哎呀，看来啊，我这个祖坟都冒青烟了。那个水果佬啊，真的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谁看得上你啊？害不溜秋的，哎呀，还骗我哥，还说你没骗人，幸亏我赚了好几千块，还赚了水果，马上把你微信拉黑。你以为我是吃素了吗？还想约我，笑得美。哎呀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准备出发了。先发个信息给他去，不然等一下。等半个小时就麻烦了。亲爱的阿兰啊，你准备好没有？我现在就过去接你不？嘿，你定位都没发给我，现在马上发定位的了，马上发定位过来啊。怎么叹号啊？哎呀，怎么变成叹号了？把我拉黑了，哎呀，气死我了！真的是越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，哎呀，气死我了！哎呀，以后啊，打死也不相信。